老板呢？啊，老板还没来呢，怎么了，经理啊？还没来呢，都几号了还不发工资，兜都空了，知道吧？咱公司最近效益不太好，老板说了就晚发一天。就晚发一天，他天天给谁画大饼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公司有他迟早得黄。你别这么说，老板，咱老板自己也不容易啊。还不容易，你看他长那个样，有刚高没刚粗，一看就像头猪。你怎么说话了，经理？咱老板长得多好看啊。你怎么老是向着他说话？他不就有个好爹吗、啊、我要是有个好爹，我公司都能上市，你知道吧？你别这么说，老板。还我这么说，老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老板为什么一到点就下班吗？为啥呀？他回家着急给孩子喂奶，知道吧？去你大爷！谁踹我？给谁喂奶？别笑，给哪个孩子喂奶？他净造谣，天天的。笑啥？